打败挫败感的是洋基族的好胜心，渴望上场比赛的他决定向队长阿布都求助。你还放手时候就这样站着，你这样站着的话就一步就这样踩就行了，球快快快快加快。来，我试试，你先给我，然后我敲给你，然后过。行。确定我过不了你吗？果然连续失败的杨继祖开始向阿布都虚心求教。你往后走，走，我跟你突然变化就拉开这儿，又回到你的位置，左一个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转上。阿布多教我的是实战中的经验能够在比赛场上用到。我们是一个队的好朋友，我们团队互相帮助。